좌석과 석판에 보관하실 수 있어요. 특히 석판 속에서는 떨어질 우려가 있으니 겹쳐서 넣지 않도록 주의해주십시오.
座椅上方的氧气面罩会自动脱下，此时请向下拉面罩，将它罩在鼻子和嘴上，然后用袋子固定在头上。如果同行人员中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请您务必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别人。구명법은비행기가바다에내렸을경우사용하실수있도록좌석또는팔걸이의아랫부분에있습니다救生衣放在座椅或扶手的下部，以备海上降落时使用。착용하실때는머리위에서부터입으시고버클을끼운다음끈을몸에맞도록조여주십시오앞에있는붉은색손잡이를당기시면부풀어집니다충분히부풀지않을때는공발을풀어주십시오그러나구명법은비상구앞에서탈출직전에부풀려주십시오穿戴时请先将头部套入，再把带环插入带口中，调整带子，然后拉动前面的红色拉手即可。充气不足时，请用救生衣上的吹气管吹气。请务必在到达安全出口，准备逃离时再给救生衣充气。飞机在海上降落时，机上的滑梯将自动变成救生艇，届时请您听从乘务员的指挥。비상구좌석에앉으시는분은비상시저희승무원과함께다른승객들의탈출을도와주셔야합니다여러분의적극적인협조를부탁드립니다位于安全出口附近的乘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请协助乘务员帮助其他乘客逃离机舱。希望得到您的理解，积极配合。이륙준비를위해좌석등받이를세워주시고테이블이제자리에있는지좌석배트를내셨는지다시한번확인해주십시오飞机降落时，请恢复座椅靠背，收起折叠桌板，并再次确认是否系好安全带。보다자세한내용은앞좌석등받이시